4月份小龙虾集中上市，新虾最好。我还瞧不上你这龙虾，我这个都是当地的龙虾，经营特替，森猛，花园润，二位究竟是谁？我做龙虾30多年，我做了9年的龙虾，都是高人哈。那不一样，我开创了卤煮龙虾，我是最早做13香小龙虾的，我的天呀，中药的醇香味，很弹，还不行。哎呦我的妈呀，香味在你口中回味无穷。卖小龙虾嘞，卖小龙虾！老板，小龙虾，哎，二位来买来了。对对对，我跟你说，我这特别便宜啊，这个您看看，我这特别好。你这个龙虾也不怎么样嘛。个头有大有小，不是您怎么回事啊？这您看吧，这都是大个的，这多大的这个？你看，都大的，这好龙虾啊，别瞎说啊。我们可骗不了的。二位进来聊好不好？好的。您进来，说说我这龙虾哪儿不好？真是的。好的好。你说刚开始做生意怎么做成这么二分呀？我龙虾不好吗？我这个。 这个你们两个有什么资格说我这龙虾不好？我做龙虾30多年了，我的妈！什么好龙虾、差龙虾，我一看就知道。哦，您做龙虾都30多年了，所以你这个规格都不一样。哎、是是，我今年还不到30啊，我是没资格说。那您啊，人家是做30多年，您有什么资格说我这龙虾不好？ 我在四川，我开了一20个分店，我做了9年的龙虾。哎呀，这两位碰的都是高人啊，那也不行，啊，你们说这不好就不好，得说出个原因来。在我们龙虾里面啊，今天过来就让大家看到它龙虾的4个标准。首先我们要判断龙虾的森猛，多猛啊！这个对呀，钳子什么呀，就像打架。哎，对，但有的虾呢，发现两者区别没有？大爪，嗨，这是什么？这是刚睡醒，起床气这属于。但这个只算也是它的一个。 判断标准就说，当龙虾很生猛的时候，说明它生命力很强。所以就是像这样的龙虾，我们就不选择。对对对，你拿回家可能它已经死掉了啊。行，这算您说一个。哎，林大姐，你看人家说了一个，哎，您看还有别的说的吗？还有，挑龙虾这个要看这个肚皮，晶莹透剔。哦，这不，你看你这个，你看这个，你这个黑乎乎的。 水也不干净，您不知道这，他这个这位啊，他不爱洗澡，你知道吧？他小夏他是有5年不洗澡的历史。你就是给他洗澡也没用，洗澡洗不干净的，行，我这就我这龙虾也就2点不好，就2点不好也不能算是不好啊，没有，还有第3点。 对呀，哎呦我的妈！想还有第3点，第3点是哪？选择龙虾啊，选这个后背要宽圆润的，哦，它肥而且黄也多，嗯嗯，这个屁股细细的，尖尖的，嗯，肉很少。正是所谓的狮子多了不怕咬，我的这龙虾都出3个问题了，我说还能有问题吗？今天来到回家吃饭，给观众们介绍一个。 家里面做，它需要做分辨的。那您跟我们说家里的分辨呢？就什么青虾和红虾的差别。青虾跟红虾就是煮熟跟没煮熟的区别。那不一样。不是这样。对，像活虾里面，你看背明显的一个背部发黑、发红，一个是背部相对来说比较淡。它代表的是虾的老嫩程度。家庭里面因为烹饪时间的问题，青虾更容易入味。 它可软，所以我们要选择青虾。对，家庭作用青虾相对更好。今天我很好奇，二位究竟是谁是干嘛的？干嘛这么砸我的生意呀？那首先我得问问您，您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我是蒋毅，来自四川成都。哦，我开创了卤煮龙虾这个味型。哦，然后把成都由一个不吃小龙虾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现在到夏天疯狂吃小龙虾的这么一个城市。 哎呦，这在这个有个外号叫蒋校长，是不是？啊，对，主要是我在网上把整个开创小龙虾这个味型这个过程啊，啊，写了出来，事无巨细的写了400多万字。校长好，今天确实是碰上高人了。那姐姐您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我叫张玉兰，来自江苏盱眙，做小龙虾30年了。那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做的呢？我从90年开始做的，我是最早做13香小龙虾的。 您是最早开始做13香小龙虾的，哎呦，太了不起了！今天呢，我很高兴，因为4月份小龙虾集中上市，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小龙虾了。张阿姨，您今天就拿这些小龙虾给我们做咱们这个13香的小龙虾吗？不是，我还瞧不上你这龙虾。哎呦，我的妈呀！我今天为回家吃饭准备了这个上品的龙虾，我这个都是青虾。 下次您见着小韩子就这么对他，哎，就夹他，哎，夹死他啊！
张阿姨，您看过我们回家吃饭吗？我看过。最喜欢哪位主持人？韩磊。哦，还没喜欢我啊。咱们接下来应该就是准备这个十三香了，是吧？这十三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粉状的十三香吗？不是，我今天带过来了。哦，带过来了。好，正常的呢，我有三十几种料。哦，今天呢，为了回家吃饭，特地定制了十三种家庭版的。这是您高配版的。对，这个是为了咱们回家吃饭特意准备的一个家庭版。这个十三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是什么？首先有八角、砂仁、花椒、小茴、孜然、豆蔻、甘草、香叶、辛夷、白芷、当归、桂皮、丁香。这你看，就是辛夷是很少见的哈。对，可以一加热，它的味就出来了。白芷有点苦，有点苦。用上甘草，它可以起到中和的作用。哦，哎，所以我明白您这里头其实搭配上呢是有相生相克的那种，对，是吧？有的可能过于什么，但是我们拿其他料呢，相对来说就中和一些。对，那咱边走边说啊。加菜油，炒小龙虾的时候必须要用到菜籽油吗？对，菜籽油很香。哦，这个菜籽油要烧到八成热。张阿姨，那您90年开始做小龙虾，然后在这之前呢？搞水产品加工的，下岗了就专门做这个龙虾。您就开始就研究哈？对，当时是红烧啊。哦、然后加那个八角和桂皮，不断的在研制调整，调整到今天的这个味型，基本上能符合大众的口味。对，每个人都觉得特别的好吃。对，这个油温已经烧到八成热了，可以下龙虾了。这个可以下龙虾。可以。就是这个菜籽油一炒，这味道就香味很浓啊！对，龙虾下锅让它煸炒，炒到变色啊！现在可以加一点姜片，要多少啊？放点，都放点，都放上啊！这个我先讲一下，您对啊了解？我对张阿姨非常了解，因为在龙虾行业，我们是晚辈，张阿姨是我们整个龙虾行业的前辈。90年以前，小龙虾在国内它是害虫，大伙儿还不认它是吃的。对，张阿姨他们开始做的时候，慢慢的把变成食材以后，才在全国知道有这么美味。就是说，张阿姨不仅是一个前辈，是一座龙虾界的大山，对吧？我们现在准备一个布袋，把这个调料放进去，放两个八角，花椒少许啊，茴香少许，孜然、豆蔻少许，香叶两片，桂皮一片，一片就行，当归少一点，少一点，正常的呢，这十三种香料呢，磨成粉，效果会更好，它出味的速度会更快，更快一点，更快。加点辣椒，好，再放点盐，加一勺盐，糖要放4勺，糖要多一点，对，它十三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香的回甜味很浓郁，你看品质的龙虾出品的颜色都好看，对，张阿姨从她90年开始做虾到现在，那可是亲力亲为，您还在以前，我还在以前，看一下张阿姨的手，你就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不好意思，这确实大。这个是张阿姨在冬天为消费者挑虾，把手都冻伤了。我每天早晨6点就开始去挑龙虾了，整个的心血都投入在这个龙虾上面。那时候我儿子很小，我都没时间给他洗澡。我每天的任务必须要把龙虾洗澡，就真是把龙虾这个事当成自己毕生的这个精力，还有这种爱好来做。今天呢，我已经把这个小龙虾呢，当作我一件艺术品来做了。艺术品哎呦，这就是我的艺术。我记得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他精心挑选出来龙虾，我就把它给玩死了，他非常非常的恼火。当年我小，我不明白，现在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我深深的能体会到他当时的那种心情，对龙虾的那种热爱、爱护。这个张阿姨，您洗龙虾有很多年的经验了哈，那您给我们讲讲我们洗龙虾用什么办法？每天放清水，让它洗一下。它不但洗澡的过程中，还要把你的胃都吐在这个水里的。你把它勤换水捞出来。做十三香龙虾呢，也可以做螃蟹，还可以做海鲜之类的。都可以。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几只螃蟹做。你尝一下，今天太幸福了！我不光有小龙虾吃，还有螃蟹吃，我的天呀！最后这个时间放上葱，快好的时候，加点太太乐鸡精，
和糖一样放，放四勺。啊，放四勺。嗯。好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对。可以开吃了。今天您在家就可以做成现在这样的十三香小龙虾，可是味道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呢？我得先尝尝啊。你这样吃法是不对的。这个香味萦绕在你的口中，回味无穷。真的是香味在你口中回味无穷，这句话太对了。不光吃到龙虾的本身的鲜美度，而且还能吃到这个中药的醇香味。对，很弹，正宗的这个四川香的，正宗。它的回甜的那种口味很明显。对对对对对对对。美食有鲜味，生活更有味。这都是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油温达到八成，加上龙虾姜煸炒，颜色发红了以后加上水，十三香料呢放在料包里边呢一起往上煮，放盐和糖，最后放鸡精。张阿姨，我感觉通过您这个做法已经非常非常入味了。还不行，时间应该更久一点。加五分钟时间。要多加最少五分钟的时间。对。总体可能就是20到25分钟。20到25分钟。对对对。才能做出更美味的虾来。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这味道已经很美味了。对。要磨成粉呢时间更短一点。餐厅里面很多是用粉状的。都是用粉状的。对对对。那您那个是用粉的吗？我们就做粉主要是用粉状的。您今天给我们做的这小龙虾是我们四川的卤煮龙虾。卤煮龙虾。对对对，是一种腊卤的一种方法。腊卤的方法。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跟张阿姨学习了十三香，我们也跟蒋校长呢一块探讨探讨这个川味的卤煮龙虾究竟是怎么做的。对对对。那咱们边做边说好吗？好的好的。我们也准备了有香料，跟我们刚才张阿姨准备那个十三香呢略有相似。对。但是呢也有些不同。那你看最大的差别没有？对，就是这个辣椒。对头。对，四川地区最喜欢川味，它最主要都是麻辣嘛。对 对小龙虾的麻辣也主要是里面。这都是它磨成的粉是吧？对对 对, 对八角、白芷、桂皮、白胡椒，这是娘姜、孜然、桃果、丁香、香叶。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用块状的也可以。时间充裕，我们拿这个成型的也可以。就好像张阿姨大概是一样的。对，一个料包包一下，然后一起一样的。我们卤煮的方法是煮为主，先调汤，把汤味调好以后，最终把龙虾倒进里面，就是一个卤煮，那煮出来就行了，就可以了。对对对，像我们这个也可以用那个菜籽油啊，但也可以用家里面的其他的调和油。好的，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以辣味为主，它的菜籽油的这个香味会被辣味全部盖掉。大概油烧至八成热。对对对，因为温度如果太高的话，辣椒花椒会糊掉。下的多少主要是根据你龙虾的数量。对对对对对。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小火小火，慢慢的把它整个辣椒花椒香味给逼出来。像您这个做炒这个小龙虾大概有多长时间了？我就是2009年开始到零九年开始。对对对对对。虽然蒋校长做的时间比较短，他也很专业。对，他我说蒋校长是属于很聪明的类型。对，像这个叫好以后直接往水里面倒。蒋校长属于四处偷师，我听说。对对对，四处去考察去学习。但是蒋校长呢也很热爱很研究，所以才能研制出适合川菜特色的小龙虾。其实我们的卤汤里面现在就是辣椒花椒的一个底汤，然后我们再把这些香料按的比例就调进去。那大概什么时候放的香料？我开了就行。开锅就可以开锅就可以加香料了。那接下来呢很关键了，我们要看蒋校长呢给我们调这个配比啊。对 对, 对。如果您在家里呢要想尝试这个做法，这一步很关键啊。对，2勺八角粉，白芷可以用5勺，桂皮1勺半，这个胡椒粉相对来说我们要少一点点。对，娘姜也是1勺，桃果半勺，丁香要少一点，这个是香叶2勺。孜然粉放在最后再放，现在不能放。好，我们把这些粉对下入我们这个卤煮汤里哈。对，像我们这个因为汤特别多特别宽，所以我们的盐各方面的调味品比例就要多一点。刚才我看您放盐放多少？放了6勺，鸡精也是需要放5勺。要5勺啊？对，也是要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的汤特别多。对，我们汤底就熬好了。接下来关键一步就是汤底熬好了，我们该放虾了。好，
等火再次烧开五分钟，再下白糖和孜然粉，然后再煮两分钟，关火浸泡十五分钟。这个蒋校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哈，因为我就得知呢，说您叫蒋校长，您是开了一所龙虾烹饪学校吗？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把自己在成都，从2009年7月3号开始要做龙虾，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全过程，在网上给记录下来了。大概写了多少字？到现在为止应该有400多万字。400多万字？ 对, 对。中间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没有，因为它确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乐趣。不管是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个人也好，我们能够在成都把它做出来，其实就感谢于这么多年它的记录和分享。所以现在来说，别人叫我蒋校长，就是因为我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做餐厅的这实操的一些经验。有没有一些就是小自豪？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乐醒了，对，那有跟我做龙虾一样啊，也一样，我经常有这个感受，都是很自豪的，对，因为毕竟是通过您二位的双手呢，把龙虾创造出一个不小的奇迹。这个差不多时间就到了啊，剩下的白糖3勺就可以了，3勺就可以了，对，因为我们白糖主要是提鲜，和把其他的味道给中和一下。好，孜然粉的话，我们用2勺就可以了。同样的，和张阿姨他们一样啊，我们的卤煮料，既然叫卤煮，它其实里面的很多食材都可以放。那荤的除了什么大闸蟹呀，什么老花呀，猪尾啊，这些都可以。然后今天现场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素的，素菜只能放根茎类的。哦，只能放根茎类的。对，就是不出水的。对，一方面是这个根茎菜出去以后它不好吃，第二个问题它影响我们本身的汤底。哎，这个我想问问您，通过这个写这些东西，您对龙虾是不是有更深的了解？对对对，我把小龙虾整个进入国内的它这个脉络全部给它给捋了出来。哎，那您建不建议给我们简单的分享分享？根据我自己说调查和了解的一些情况，小龙虾呢，它是从1927年进入中国，在江苏落地生根，然后呢，由江苏到了湖北，到了湖南，到了安徽这些地方，最近这些年才流窜到我们四川。所以小龙虾的味型，它也是随着他们来的。第一个味型是张阿姨创建的十三香，在什么地方？江苏。江苏。对。第二个到了湖北，催生了一个味道，叫湖北油焖大虾。就是到了湖南以后，那湖南就出了一个口味虾。那我当时是因为在外面吃到龙虾以后，回到四川，外面很多麻辣小龙虾，唯独四川没有。所以当时你想跟人分享也没有，没有放矢哈，没有啊，也不知道谁能了解我自己的味道。所以我当时就跑到湖北学了以后，我回到成都就做虾给身边的朋友吃。我们也像按慢慢的调，花了2-3年，调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比例。真是有一个3年，很累。很麻烦，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它有，但是这个过程最终还是甜的。对，它不仅仅是一个味道，它也是一个城市接待一个新的食材的问题。是这样，是这样啊。正因为有像张阿姨还有我们蒋校长这样优秀的，对一件事情坚持不懈努力的人，才能让我们有这么好的口味，把这么美味带到您的身边。像我们这个在煮的时间就已经到位了，然后直接就关火，可以关火了，然后我们在餐厅里面基本上关火以后浸泡12到15分钟。那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可以不用浸泡那么久了哈。对对对对对，我们暂时拿开。美食有些味，生活更有味，它乐调味品喊您回家吃饭。卤煮龙虾，第一，辣椒花椒过油爆香，再放入汤锅里面，水烧开以后，香料煮出香味以后，再下虾。煮虾和浸泡的时间控制在20到25分钟。这次剥虾都有经验了哈。啊，这回有经验了。对，先闻闻。你们4份盖饭好了，来了。所以您是盖饭达人。对的，现在汤有点糊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得学习学习这个汤放什么。这个卤水啊，会稍微带一点甜。其实今天我想做的一个就是盖饭的，至少是爷爷辈儿。我们这种米饭可不可以做成这样的锅巴？这样的锅巴不可以。我们今天来打个鱿鱼花，就是要把鱿鱼切好的话，你的几何功底得有。然后这个菜呢，还有一个关键点，需要两口锅同时来操作。为什么？哇，越来越实惠了。已经很入味了。很入味啊，很入味。它主要是在突出你的麻辣里面带的香。对，那张阿姨他们主要是香味里面带的那种融合复合性的味道。而且张阿姨那个呢是有点回甘。对，那您这个呢
一直嘴里是麻的感觉，对对对对，而且就是那种越麻越想吃的这种口味。这个笋放进去很清香，对对对对，入味，就是外面是辣的麻的，但是里面呢还有点清香的脆。对对对对对，哎呀，今天呢我很荣幸遇见二位哈，让我们感受到地方特色的美食。我说实话，吃小龙虾没有过瘾哈。那接下来呢，我就不管大家了，我把我之前卖那些小龙虾我都做好了，哎，我不卖活的小龙虾了，我卖做好的小龙虾，我估计生意更好。